来，请看第二题。以下哪一套衣服是迪玛希不会主动穿的？等一下，你以为是我自己主动想穿的吗？咦，你们同学知道吗？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迫于生计吗？来，请抢答。来，王蒙。迪玛希不喜欢粉红色的东西，他不喜欢可爱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C。Schönes，keep it。迪玛希，只要你选一个就好，你选三个。翻译老师，你给我听清楚，选一个。It's you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毫无原则。当他得知是我以后，就是用了一种官方说，嗯，都很好看，就选一个他最不会穿的 ，maybe C。C。迪玛希不太喜欢什么样的颜色？那个是 ，minimum，snuggle，cream， 不是 midnight。谁又不是呢？对啊，明天公司开了新的，有的他们 costume 穿了我给一个人，你们是 casual style 的，没得，cut the costume to fit 呢，的，新的我给处理。哎，我们俩对服装和时尚的理解如此不一样，却频频撞衫，就证明那个衣服是有多好看。